也有一些是来自非传统背景的。被问到大学日期时，总理也有明确，我是叶安琪，我今年20岁，那我刚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，中文传学系。尽量发挥，来，评审没说话，就表示给你机会。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的科目做的那个念的。